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摩登先生的金箔指甲油系列，一共出了两瓶。现在已经分别把两瓶都上在我的指甲上面了。首先第一瓶是8001，那它是一瓶亮油，所以它是透明的底，然后加上满满的金箔，擦在手指上的感觉就是像这样。我一共是擦了两层。另外一瓶是8002，它是以肤色的指甲油为底，加金箔在里面，擦完就像这样子。其实肤色的感觉没有很明显，我也是上了两层。那两手的比较，其实不近看的话看不太出来差别在哪边。那我等一下会分别再加上底色，来看看效果会怎样。那我现在两手分别已经加了底色下去，那我加的是6006，是一个全黑的颜色。我左手加的是8001亮油，那可以看得出来它呈现的效果很好，整个手指头都很闪亮。右手加的是8002肤色的指甲油，可以看上去会有一点点稍微雾雾的。那如果分开来看的话，其实都还不错，但是如果一起比较的话，可以看得出来左手亮很多。我现在分别又在我的两手上面加了底色，那这次加的是比较偏浅的裸色，加的是这瓶 Bottle London 的 Shop Girl。 那一样左手我是加8001的亮油，一样很有光泽感。右手也是加8002的这瓶肤色，因为可能是色调比较接近，所以看起来就不会像刚刚那样有点雾雾的感觉。两瓶看起来是差不多的。我觉得8001因为它是亮油，所以它用来单擦或者是叠在深色浅色上面都很好看，那尤其是在深色上面的话会整个很贵气很华丽。另外8002因为它是裸色，所以其实它单擦就很有气质了。如果叠加的话，我觉得要选比较偏裸色或是相近的颜色，这样它会比较好看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，喜欢请记得点 like 跟订阅频道，还有记得收看我的文章哦，拜拜。